寿司。安静一下，我刚才听到有朋友在议论说这几块水泥板会有四千斤，我们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见好不好？为了表示我们节目的真实性，也为了让我们远方的朋友能够有一次机会来感受我们鬼谷神工的厉害，现在我们将从现场邀请六位好朋友，您走过来，我让您站在这个水泥板上，您增加一点重量，亲身来感受一下，好不好？但是不要着急，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条件，现在来到现场的六位朋友一定要是块头大一点的，块头小的你不要过来，我定一个最低标准，180斤以上的来六位，180，有没有？好，香烟扔掉，好，180，这两位里面有180了。啊，对对对对，连80斤的都过来了，200斤可以。好，今天有多少位？我看一下啊，来，1、2、3、4、5、6、7，这有8位朋友，这样好不好？80斤的回去算了，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到后面等一下。今天既然大家这么开心，我想再邀请一位女同胞，180，有没有啊？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是来报仇的吧？你好，欢迎您，来自哪里？广州。你好，您站在这个木板上好不好？你注意，你不要踩到的头就行了。小心，我也被他认为。来来来，啊，哎呦，不要吓他。来，我们后面的一位一位的来啊。站上去之后不要晃，不要晃，注意小心一点，注意安全，不要动，小心。好，1、2、3、4，哎，好，往这边来一点点，来，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